各位朋友们好，你绿了吗？你忧虑了吗？你远虑了吗？请看我手中这个字，忧虑的虑字，看另外一个字，老虎的虎字，两个字很像，急变成心就换了一个字了。有些人呢，本来像一只猛虎，非常有力量，但是一忧虑一恐惧，老虎不见了，没有力量了。你在患难的日子，如果胆怯，你的力量就会微小，所以不要忧虑。那我们要远虑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没有长远的考虑，就会有眼前的祸患。好像大部分的人，平常不会去医院体检。疾病大病的时候才去医院体检，有时候为时已晚，这就是没有长远考虑的做法。这也就是所谓的情甘不肯去，只待雨淋头啊。上天等着我们，要施恩给我们，我们就是不肯早去。好像医院医生等着我们去做例行检查、体检，我们就是不肯早去。我们要学会远虑、长远的考虑。每当你忧虑的时候，就想到自己要做长远的考虑，要做远虑的时候，提醒自己不要忧虑，要远虑。祝福你。